我唔使瞓啊，成日夜妈妈带埋翻 friend 上嚟开台啊，我同佢讲啊，佢话佢自己有人权、啊，鬼嚟啫嘛，咩人权啊？只只麻雀啫，嘈条卵啊！朝早我唔出得嚟啦，夜晚我又要跟佢开工，我得凌晨可以娱乐下噶咋。木仔话会跟你开工、啊，嘿、hey, ，我搞博彩嘅，诶，投机事业嗰啲啊，切，赌仔系赌仔啦，都系叫佢睇下开大定开细啫，都要搵食噶。喺香港地做赌仔好捻过打工仔啊，开铺维息好过攞综援啊，唔通死悭死抵连买到楼啊？咁都要互相迁就嘅。即是他就叫我在家裡就不可以飘，要走咯。心血少啊，他试下他吓死我，他连屋都没得住啊。生人不生胆，他知不知道鬼呢，走路是辛苦过飘的。那既然都不喜欢大家，为什么不分开住的？可以搬去哪里呢？我这些自杀的要等百二年才可以投到胎，我可以去到哪里？輪公屋要十幾年才上到樓啊！在香港地做人和做鬼有乜分別啊？其實老爺算是咁噶啦，又冇趕我走，即係我有好多 friend， 佢哋生前又上唔到樓，死咗又上唔到位，我咪算係咁咯。咁你哋覺得冇樓住恐怖啲啊，定係同鬼住恐怖啲啊？咁大家都係想要一個瓦遮頭啫，冇暗位恐怖啲咯。有个暗位，投胎排队都快啲啦！香港人仲有啲咩好惊啊？